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风平浪静》，我是空白。今天要来访问软路，因为之前录空白的他非常心里不爽，所以想问我十个问题。那因为我是个很无聊的人，所以可能回答得很无聊。我也很无聊，比较好笑。第一个问题，当剪辑师是自愿的吗？什么当哦？当剪辑师哦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当时矿主很麻烦，还要录东录西，我家又不像他家那么方便，有木有？有电脑，有游戏，有钱去买那些游戏，所以我很可怜的去做了那个剪辑的。因为呢，空白很会自立自强，所以我就不用剪那么多东西。嗯，很懒，而且蛮闲的。你也很懒。对，所以你有想要当实况主？如果有钱的话，当然不会啊，我家境很难，却抓到还得了？都不管这一些呢？这个吗？我当然是跑到空白他家去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是蛮想的。对啊，如此。嗯，那你家人知道吗？完完全全不知道，除了我姐以外，不过她没有那个兴趣。我觉得你很好笑。下一个问题，是否觉得剪片很麻烦？那个空白话多的时候很麻烦。我只有在笑的份而已。不过剪片其实就是我在剪，如果你不剪的话，是我剪。我从头到尾没有说不剪哦，他不给我剪哦，他不给我剪哦。好，很好。下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不拍片也不剪片的那个时候，你有在做什么？一样。第一个，画画，画动漫同人。第二个打小说，打类似武侠小说。第三个吗？切红萝卜吧，我现在只剩下红萝卜可以切了，一堆满满的红萝卜，除了红萝卜还是红萝卜，红萝卜乘以 N 遍。我觉得问你这些问题会比我那个问题还好玩。第五个问题咯，好，我要问了，当实况主最怕什么情况？就是你一幕目前来讲的话。半个吗？你有跟我拍啊？遇到什么状况就是麦克风那个接通不良。我听不到谁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了。你有希望和其他实况组或是其他同伴一起拍片吗？好问题。我想哦，除了萌萌和空白之外，我其他都不会，因为我不认识。萌萌是谁吗？梁犬吧，因为他很好玩啊，很好捉弄啊。空白的话，哈哈，很方便。对啊，其他人我就不认识了。谁啊？不熟吧？你直接讲不熟，是真的不熟啊。人家是你团长，怎么这样？下一个问题，如果不当实况主或是剪辑师的话，你会想干嘛？我会想耍废。你不要学我。对啊，这是认真的。为什么？他刚刚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两个字脑中浮现两个字：耍废。好啦，我就只会想画画而已，或打小说、看小说、BL。就只有对这些勤劳而已。对嘛，我是正常的。第八个问题，对风平浪静有贡献吗？没有啊。这也需要解释一下，不要好伤心。我知道团长你会伤心，可是我对我的贡献只有是对空白的贡献而已。空白的贡献等于我对你们的贡献，因为他没有贡献，所以我也没有贡献。
第九个问题，你对风平浪静有什么想法？想法的话靠团长就好，我只是做贡献而已，我的贡献就是空白的贡献。本人已经在我旁边暴跳如雷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讲，他已经整个瘫痪了，需要急救医救。团长听到这一些，你就会非常的难过，我替他哭。你要平静一下。最后一个问题了。你在最后对想对观众说什么话吗？最好正经一点都告诉你。我的贡献就是空白，如果有贡献我就有贡献，如果空白没有贡献我就没有贡献。这是你要对观众说的话？对，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观众们说的话。还有团长，我要对你说，就是我刚才重复的那句话，重复很多遍的那一句话是真的，我是认真的，真的。那这一集就先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按个喜欢。你笑什么？或是订阅我，一定要订阅我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自己有点走掉。带回去打，真的假的？去听就好了。我都已经画成这样，我写那么软。我还要写作业。